还早啦吼，啊，还早啦，我说十二点，还早啦，嘿啊，慢慢来啦，吼，没有那么赶。哎，刚刚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人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会不会抽筋呐？嘿啊，但是你有看到吗？还是只有我自己看到？那我就会怕了呢。你看几个？三个左右。你的肩膀有三个。我只会一直晃的，就变两个。阿光的两团。两个班级。好好好。反正有三集嘛，哈，好了，哎，对对对，他忙一下。太随性了吧你？对对对，他忍很久了，对呀、啊。好，那你看，哎，这打鼓打得不好，这所以现在在讲逃避嘛，所以不能乱离开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聊天聚会的时候也都不能乱离开，都会开始被讲话这样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跟大家来一起，哎，我们下一首歌是什么？知道到第几首了？哦，这一首哈，哎呀，这一首，好好好，嗯，好，好听啊。好，不然唱这首也可以啊。都可以啊，反正都要唱啊，对啊。好，对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在我们下一首歌之前呢，先大家就五根手指头，五根手指头，来跟我一起念 Ho Hai Yan。大声的说出口，就大声的说出口。还有打歌有没有？好，来 ，Ho Hai Yan， 咿呀，咿呀 ，Ho Hai Yan， 是的，没有错。那待会呢，我会唱，你们就要跟着打唱，我领唱，你们打唱。好，来 ，Ho Hai Yan， 咿呀 ，Ho Hai Yan， 你们唱。Ho Hai Yan， 咿呀 ，Ho Hai Yan。咦，不，我会唱歌啊。搞不好我们刚唱的歌，他们已经会唱了哈。第一首是。第一首，你们唱一遍那个忘了背那一首。好，那我们试一遍就好哈。啊呜啊咿呀，吼啊咿呀，嗨呀，你们唱。吼嗨呀，咿呀哦嗨呀。哎、你们很想唱歌是不是？你们想唱歌？你们呢、啊？我说你们唱，我们是我们啊。哦，现在又不把我排挤在外就对了。你刚刚好不容易表现很好呢。你表现很好，就是没有坐在这个位置上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好听听看你们的声音，好来。啊呜哎呀，哎呀哦哎呀，大声唱。啊呜啊咿呀，嘿呀哦，嗨呀，大声一点。女生唱哦，来，女生来。啊呜啊咿呀，嘿呀哦，嗨呀，女生唱。拍手，对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男生哈，来来，勇士们、猛男们哈，帅哥们来。啊呜啊咿呀，嘿呀哦啊咿呀，呜啊咿呀，咿呀哦啊咿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你们可以不用学女生的。你们可以，哦嗨呀，嗨呀哦，好庄严。对了，好不好？放开一点。手要放这边吗？因为我们看不到你们的表情，好不好？我们灯很亮，好不好？对。哦，嗨呀！刚刚好像又演过头了，又打再打两针。男生啊，男生来，你闹哦，哈哦啊咿呀，嘿呀哦，嗨，男生冲。继续，哈哦啊咿呀，嘿呀哦，啊咿呀，来。来，女生给我们的男生掌声鼓励，拍拍手。男生女生呢一起唱，男生唱完女生唱。啊呜啊咿呀，嘿呀哦啊咿呀，唱。一起唱，啊呜啊咿呀，嘿呀哦啊咿呀。啊呜啊咿呀，嘿呀哦啊咿呀，高八度。
掌鼓励给你们自己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阿美族的这个领唱还有搭唱的一首，其中一首比较比较简单也不简单啦，是大家比较厉害而已啦哈。对对对，上次有一群我从天亮教到天黑还没教会你，我说不可以走。不可以走，我要回家，我的火车已经走了。不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要为大家带来这首，比较经典的国语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会唱的可以。